们欢迎双 J 情歌对唱 Julie and JR 为我们带来的夜灯。激动，拥有什么都已不再重要，有你就足够。当夜晚悄悄地来，有一盏夜灯会微亮，温暖了心房，轻松缓缓的爱。当你在身边等待，用心里慢慢的交谈，用夜灯的微光，神游在世界，世界的梦一闪，神游在世界的梦一闪。士兵进行曲，进行曲乐翻天。这边的都是发唱，真的不得了啦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两位的组合，我们刚刚看到，感觉是看到陈慧琳跟郑中基啊，真的那种感觉有没有？可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找 JR 跟你合唱？对，哎对，因为其实他真的还蛮会唱歌的，嗯，然后跟凡哥的交情也很好，主要是凡哥有合作过节目了，哦，对，然后就想说，凡哥可能想说我来找我一起来 rap 这样，因为在节目的录影过程中，他也不知道跟谁分享他的创作曲，就跟我聊一聊，聊到最后就哎，好像应该要找我这样。就是不得不以，只能找他，这是情非得已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也不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这样，他长得就帅，对，又会唱歌。以前在五五六六，他就是主唱。哎，对啊，五五六六吗？啊，对，不是，哎，我好像听说这节目有艾辰主持，他今天没来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啊，不是，没有，你跟我认识就认识，你大概胖了20公斤。不会啊，这样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一直要讲就是像这样有没有？他是很有才华，又会演戏。对，我们节目就需要这样子的人才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。你也发片吧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今天来唱两句嘛，你的新歌好不好？听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今天这个分队啊，真的很难分，真的难分了，好不好？我跟道远一组。好，哎呦，哎呀，你难得要道远呢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不是，可是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棚那一块会塌下去。因为道那个彤彤最近唱歌真的需要人的帮助，对对对对，我让两个唱将来帮你。哎，来了，你够好了吧？我真的讲，我最近觉得你长大了，真的吗？而且我们是要为了节目而精彩，不能一直为自己福利。对对对对嘛，来，吃慢了，过来，过来。不要太过分哦！哎呀，就请大哥大姐见谅一下啦！统统搭配两位唱将级的双 J JR 及 Julie， 让艾辰导演有福利与宅男女神翁姿曼成一对，完全速配的黄金阵容，究竟哪队会获胜呢？就请大家等着看喽！哦，金曲乐翻天！两队请派代表彩拳，直接把他撞下去，撞下去，把撞下去。在这边我要提醒一下道远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以为你是跟朱丽姐彩拳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还有凡哥哦。哎呦，哇，放轻松，是是是是，游戏而已。肩膀好重啊！剪刀石头布，来，这样就对了。统统队请翻牌，朱丽姐 go， 直接开哦，直接开了。Oh, my God.
没办法，请回快成队起反台。好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哎，宝宝岛，哎，波多曼波曼波波多，嘿，宝岛曼波，宝岛曼波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歪歪，红龙队请翻牌，真的啦。有没有空啊？有，很有空。因为艾辰他真的要回去马来西亚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艾辰他是真的需要回去，如果是真的需要请假，或是就他自己不想要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来。刚讲的三种原因有没有？等于把他封杀了。来，哎呦，飞，情非得已，情非得已，对，不然对啊，你刚才说我要飞，什么飞都不对啊。好，情非得已，是情非得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么接近还猜错了，对呀。好，艾辰队，请翻牌。对呀，你这次回去马来西亚要住待多久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生气，过年嘛，非常哎呀，非常女嘛，非常女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艾辰请上台。情节有啥咪意义？有谁吃一遍？想来想去也是有你种的人较喜欢。月啊，请你做明阮的感情路，唔当予戆仔好聚好笑。一场嘛是断情，一日嘛是一寸变，用思念编织的梦，永远甲甜蜜。算甘甜的情路，望你等好时。哎呦，艾辰，恭喜你，好听的得分。哇，统统队请翻牌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哎呦，好可惜哦，艾辰队请翻牌。来，欧之曼，欧之曼，欧之曼。洪之曼来翻牌的，对啊，好紧张。我告诉你，你慢慢翻没关系，真的吗？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。哎，你今天上那什么裁判两个字，你有看到吗？裁判，我今天上裁判两个字是不是？公平公正公开。你肩膀上是什么？你有看到什么吗？哎，没有了，可以开始。对对对，我刚刚一直在看宝，因为宝有那个宝岛曼波，刚刚讲完还有什么宝贝对不起啊？你要先，你要选这题宝哦。对啊。你看到了，喂，你很偏心耶。好，这一张好了。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梗真的蛮好笑的，真的真的。但听不懂人就听不懂，对，所以过年合作愉快。欢迎各位新兵进去。Oh yeah！ 哎呀，广告费多棒啊！多棒！这个在对，吃炸弹。哎呦，宝贝！哎呦哇！张悬的宝贝，宝贝对不对 ？Yes， 是哦，请上台，祝他们开心的唱，得分得分。我们目光会注照照到人的，真的。可是放在他的身上，好奇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第一个哇啦啦，他一定会蹲下。为什么会蹲下呢？我不知道哎。奇怪动作。那如果你跟你演唱是坐着怎么办？就得奖蹲下去。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是是是是。好，恭喜你，好听的得分。哎呦 ，Yes， 黄龙队请翻牌。这个好了。哎呀，人。我爱的人，对，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谢谢我不可能，对，你不可能，不是你
怎么这样巨人？你现在是出道是新人，你是 fresh 的、okay? 新黄哥，不不，哇哇，黄肩膀好重啊！哎呦，我突然有感觉到哎，我的命可能要少活十年。没这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，人嘛，是不是简单吗？看你就知道了。歌坛新秀朱莉姐看到阿庞联想到什么歌名？让看你就知道了。坏人，坏人，太狼狈了，一脸坏人啊！你想，没有没有 partner 是损自己 partner 的啦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啊。那有坏人，有一方叫坏人，对，是好人，不是个坏人，对我单纯，只为了朝他狂奔。他们隔壁队还替我们唱一下，他们那队今天很努力表现，对呀、啊，他明明是这一队翻盘，你们那边一直帮忙唱干嘛？敌人完全站在那边了、啊，所以我觉得是刚那个坏人，没错，坏人，嗯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好，这边请回，又唱到歌，请翻盘。好啦，不好意思啦，今天我们就把它唱完啦。对呀、啊，炸弹，玩疯他们，炸弹，不可能，炸弹，炸弹。炸到了，对呀、啊，红队请翻牌，耶、yeah, ，加油，快点放手，要拍旁边是不是？你一定要那么激动吗？因为中间是他的轴心，要拍旁边，翻牌都不会，还想代翻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呀、啊，既然你那么会翻牌，就当翻牌的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怜的，他只有某一个单元才能特定出来，他只有翻牌，滚，哎呦，哎呦。稳，而且只剩下一格两格，这个太好猜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经典名曲嘛。对，吻痕，喂，哦，是伤痕啊，对不起。吻别，喂 ，Jackie Chan， 因为刚刚好两两个字很难猜。吻、啊、吻痕有吻痕这首歌吗？没有，伤痕啊。伤痕，而且要吻别，大家几乎都会猜这经典歌曲，嗯、因为太经典了，太经典了，耳熟能详。吻别，对不对？终于唱了，请上台。往事成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。好好听啊！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敷衍。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人的脸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是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哎呦，陈冠希太好了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艾辰，你真的可以放心的离开了。这样恭喜你，好听的得分。Yes. 你觉得本人？你觉得听到他的歌唱得真好哈、哦，而且他比较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比我帅，只比你瘦而已啊，诚恳，这是我很担忧的地方。这是你讲过最诚恳的一句话了。对对对，对对。但是他刚刚吻别那个版本跟我还是有差距。爱神队，请翻牌。哦，翻这个啦，翻这个。爱神加油！哎，哦耶！哦呦，这个我很喜欢的歌，什么歌？制作单位知道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耶耶耶耶，哎，耶耶耶耶，耶耶耶耶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吧，哈哈哈！彤彤队，请翻牌。换我。彤彤加油！不要了，
我对这题很有把握。如果阿芳芳翻出来，我猜对的话，我要五群。如果你猜对，你要五群。我刚刚跟老师，我跟私下讲好。啊，你还问我干嘛？你跟老师私下讲好，你还问我？我不一定会猜对、啊。我已经包红包了，征询你的裁判的同意啊。好，我同意你，反正你跟老师私下已经讲好，对、我也同意你这么做。真的、哦？但我还给你一个提示哦。这么好？当然，我们自己人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有翁之曼，你也对我这么好，翁之曼一样，讲那么正，我对你永远都是很好的。哎呦，一个提示，夜来香。哎呦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唱夜来香？我的直觉。那我先翻好不好？好，你先翻。来，哎，哦，哎，夜上面有字、啊、哦，我的直觉是错误的。直接通常不准，对。C 压七，哎呦，哎，好 ，C 压七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定了，确定，不变。猜，如果中了就让你五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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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五群，五群，五群 ，C 压七，对不对？好，被他蒙到了。好，五群群出来，哎呦，好紧张哦，哎呦，都准备好了。得分！谢谢你们， yes, 不错哎。爱神队，请翻牌，两题选哪一题？感觉应该要往比较偏远的地方选，选这个好了。好紧张哦！我帮你翻，好好，准备好了，帮你翻哦。好，是什么 ？Yes！ 哎呦，来，请回。抓到伤心，我来给你抱抱了。这里面出了这么多炸弹，你要爆什么爆？对啊，炸对啊，还要爆！我刚刚也炸到了，没有想爆。朱丽姐刚刚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炸弹哎！你忘记上次我们有广播，你们根本没有。哎呀，所以他才赶快找新的。对，好了。神明的指示，阿芳的铁口让爱城再度成为众人打枪的。是什么 ？Yes！ 哎呦，来，请回。炸到伤心，我来给你抱抱了。这里面出了这么多炸弹，你要爆什么爆？对啊，炸对啊，还要爆！我刚刚也炸到了，没有想爆。朱丽姐刚刚被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炸弹！你忘记上次我们有广播，你们根本没有未来。所以他才赶快找新的。对，好了，红龙队请翻牌。好，朱丽姐，加油！朱姐加油！这个好了，炸！哎呦，爱，哎，哎呦，爱不丢人，我猜应该是这个。爱不丢人，对，将会有一首歌嘛。爱二姐的爱不丢了，爱不丢了，哇，好像也只有这个。你看四个字哦，爱什么什么，还有爱什么的，对，有只有爱人的吗？你太怪，好像显示出年龄了，朱丽姐。你这样讲，我们是对友，就是刚刚那首爱不丢了，爱不丢了，好，爱不丢了，对，钱的不对，没有。很大胆的一题，非常大胆，但猜对了。其实有可能是爱人，对不对？请上台。哎呦！你刚
前彼个时代，注定来欠你一世人。心情会起起落落，到底到无是才行会完？爱若是真圆满，那门有开的一天，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三冬五冬，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。凊彩讲三两句的，就想要我阮的思念，念在世间走闯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来，导演，哇，今天把重责大任都交给我了。天，还有陶喆的天天，我觉得是天天，对，天天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天天有没有？统统队，请翻牌！我有感觉，而且我有答案了。炸，炸你！这个是炸弹。不会啦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天！怎么可能我的天？哎 ，Oh my God 的意思吗？你这有太弱了吧？对呀，哎，你这个是英文歌哦。Oh my God！ 不是。主持人，我觉得你知道，我站在这里啊，这首歌跟这个人，你知道，这地方的渊源实在是太深。哎，我觉得一定是 only 有，怎么有台湾狗语？一定是 only 有的。我问天，哎呦，好，我问天，对不对？压轴这样，请上台。太棒了，好帅啊！帅帅帅！拿出五五六六的气势，给万，给万，给万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乱乱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最早的。哎呦，这样恭喜你，答对 ，yes。两队的成绩，红龙队得到的是20分，这么多。爱城队得到的是10分。今天的金曲乐翻天，恭喜我们的通通队。今天谢谢朱丽姐哦，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发片，那没有关系，嗯，不要想说是竞争呐，对，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，当然对，对不对？好听的歌呢，不怕大家来考验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呢多听多元化歌曲，每个人都买一张，没错，复兴我的唱片市场，是的，是的，一定要多多，也希望那个来宾呢能够常常来我们的节目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